六好客竹线来去桃，专人导览，专车接送，要带大家轻松玩新竹。每周六日和连续假日推出四条旅游路线，丰富内容的轻旅行，旅费超回馈，只需要300块。使得我们山边、海边、湖边每一个乡村聚落城乡的差距能够拉近。能够我们好山好水的文化能够宣扬出去。第一条路线带你到内湾逛逛老戏院，品尝野江花粽，感受核心车站浪漫氛围，最后在竹北新瓦屋看见客家老房内的文创能量。第二条路线我们往海边走，百年湖口老街文化巡礼之后，来到新丰红树林生态保护区，最后回到竹北新瓦屋。第三条路线来趟山城之旅，峨眉十二寮休闲农业区、黄湖步道、复兴老茶厂、北埔老街古迹漫步，品尝养生擂茶后，再到竹东动漫园区和萧如松艺术园区，感受色彩之美。第四条路线除了带大家到关西动手采番茄，体验仙草 DIY， 走走关西老街，也探访新埔的三街六巷九宗祠，看见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。我觉得对业者来讲呢，它是真的解决了很多的交通上的问题，对未来的就是这个观光业的成长，跟让新竹被新竹县被看到是很好很好的一个发展。经济部也做过统计，内湾每年大概有300万游客，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交观光列车、观光巴士，能够让内湾有更多，甚至到400万、500万的更多的游客进来到内湾。四条旅行路线都是从竹北高铁站出发，即日起到9月18号，以最经济的方式深度玩竹线，名额有限，赶快拨打服务电话03530-7856，或上县政府官网报名吧。